大家好，我叫陈世轩。从营业员到副组长，然后目前的职称是店经理，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去开了一家新店。一开始最困难的当然就是很多的第一次，比如说刚升店经理，其实对这个商圈其实都是很陌生的，就要去了解说这附近的商圈客群是什么，主要卖推广什么东西，摆放比较好的位置，让进来的客人可以一眼就看到说，这是他想要的商品。盘点遇到厂商啊，或是公司有什么活动、快闪什么比较陌生，当然就是透过询问或是学习，然后累积经验，后面就会越来越好。全年扩展的天数速度很快，所以他给年轻人很多的发挥的空间，让他晋升成为干部。家人其实在刚刚看起来也觉得我们这份工作让他们很骄傲，就是我一路从派遣人员晋升到了现在的店经理，那当然收入也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变高。全年是不怕没有人晋升，只怕自己没有努力往上。